一提对着日本 M 大使，大家晚上好，欢迎朋友们来到红龙哥游戏解说。现在是拳皇十五亚洲杯线上赛的半决赛阶段，大表哥跟 M 大使打一个强五局啊，谁赢了强五，谁先拿到五分，谁晋级决赛，去跟韩国阿库玛争夺冠军。大表哥的首发东丈已经被 KO 掉了，日本 M 大首发是温妮莎，中间拉尔夫收底特瑞啊，他从预赛啊打到现在都是一直用这个阵容，没有换过人。大表哥中间也是选择温妮莎，好，机会来了，先费一个半气啊，先费半气之后接 ES 技能，这杯一气大招送他上路，漂亮，大表哥30连 KO 掉了 M 大师的首发。觉得大表哥先赢第一个币的啊，刷一个6，觉得 M 大师先赢第一把的话刷一个9。哎呀，今天搞什么正转角，欢迎臭臭欧巴，盘皮会破啊。又是一个 ES 复活，正拳下重再接正转角，哎，好的，对方的四个半血量被他打掉了。接了一个两期招牌炸技，漂亮，大表哥完全不留任何的底气啊，全部给他飞，给他消耗掉。觉得大表哥先开张刷一个6啊，表哥的温妮莎现在是六个等血量，啊，偷下盘没有什么用，表哥黑逼回避对方的后期，好，哎呀，太远了，够不着。这家伙收招的速度是极快的，下盘2点战敌确认比赛开启。哎呀，大表哥的温妮莎没了，日本 M 大师终于是自冷起来了。这个家伙八嘎，大表哥如果说拿下了 M 大师，他要去打韩国的阿库玛争夺冠军。大家觉得大表哥打阿库玛怎么样？先别想那么多了啊，先把这个日本人给他干掉再说吧，先不要想那么远了，对不对？表哥拿冠军，我刷飞机，好的。今天没有跑位的，我的特位真的服了，这都干嘛了？啊，福现在面对是对方的大将特瑞，特瑞现在有暴气状态，有一气，小心啊！表哥消耗他的气，好调低，好的，赢了，表哥开张，给大表哥刷个蛋。表哥漂亮啊，空吧，不是阿空吧， M 大师感觉今天晚上也不在点上，怎么也是这么，我今天晚上看到他几次没事就凹升龙了。
表哥，太怕输了，真的是太怕输了。表哥这边还是用东照温尼莎加拉尔夫这个阵容，对面也是不换人啊。打得自己绑手绑脚。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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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兄弟！扎手机的人还好吗？大表哥首发赢了，手机炸炸了没有？大表哥想象力很好啊，小老百姓。嗯，拉尔夫的指令头没有了，在本座啊，没有了。他们两个败者去打小孩啊。表哥上东站想打一个气息战，可惜啊，效果不是特别理想。完了，表哥的温莎干不过 M 大师的温莎呀，两气啊，两气。欢迎不急不徐，小美，这个是哈希吗？对呀、啊，欢迎小美回家，晚上好，老妹儿，好久不见了。咱们来看这场对局，来对大表哥哥对战 M 大师，胜者啊晋级决赛，胜者晋级决赛，败者、啊、去。跟小孩打第三名，老 baby 啊，晚上好，嗯，晚上好，老妹儿。双方打成一比一平了啊。小孩输给了韩国阿库玛。巨皇输给我了，看看接下来这场对局啊。
哎呦我去，东张又被浮空了。枪舞，枪舞，枪舞！好了，用大招来对空，干他娘的！我靠，这个沙盒给的。A B 回避，直接投身后，漂亮！废掉杰克机之后，回后投身后偷袭他。小美是妹子啊，刘董。我把大表哥让个手吧，不是说让他东让打对方的问题杀，确实不是很好打啊。要接顶点了吗？接一气，危险了，危险了，表哥，表哥的问题是要顶住吗？又跳过头了，被对方提前预判落点，直接骑马机炮拳。哎呀，拉尔夫对着拉尔夫啊，大表哥是手底拉尔夫，对面是中间啊。20年天天来的，欢迎妹妹回家，等着看场对决。来对大表哥，对着 M 大师。现在是4气打对方2气，哇靠！这家伙的生物赌的好感。哇塞，日本人又反超了一分啊，加油啊表哥啊，一提加油。戴帽子那个是不是有个弟弟？有时候撞那个小弟弟，对，这个叫特瑞啊，那不是小弟弟，那他的养子啊，他的义子叫做洛克。洛克那个角色要等五月份更新的时候，更新版本的时候会更新不对，3月底啊，下个月底更新的时候会更新他的义子洛克。你玩虾米的？不是，下个月底更新啊，三月底更新，也是拳皇15的第一次更新啊。每个季度会更新一个队伍，每个季度更新一个队伍，三个人。下个月底3月底更新，春季更新。然后夏季更新，秋季有一次更新，每次更新会更新一个队，会加一个队伍。首发版本是39个角色，后面每一个季度会更新一个队。
好了，表哥这边终于是换人了啊，把特瑞换上来了啊，东丈换下去了。只知道夏阿米啊，我也喜欢夏阿米啊，大海味道。嗯，表哥不是玩那个扑克牌吗？扑克牌在本作没有了，首发版本没有扑克牌。好，咱们来看看拳皇十五大表哥 ET 对战日本的 M 大师啊。OK 啊，跳清拳就来了。八神有啊，八神有。这个是拳皇十五刚刚发售的游戏啊，2月17号才发售的游戏，新游戏。好了 ，M 大师又爆气了。一点不给自己留余地的。十五如果上拳了，刚发售怎么看上拳啊？你要等他上拳，要过3年以后吧。3年以后能上拳了吧？拉尔夫是大表哥的中间啊，日本 M 大师中间也是选择拉尔夫，他是红头巾，大尔夫是绿头巾。哎，围一下，围一下。给大表哥点个赞，你发现没有？他选的这个人物啊，绿头巾，但是他头像上面他是显示红头巾的，你发现没有？这点做的不够到位啊！你发现没有？大表哥他选的这个人物的颜色，衣服颜色是绿色的头巾，但是左上角的头像那个头巾是红的。M 大师是目前日本的第一高手啊，拳皇十五的第一高手。好的，咱们来看这场对决，同时相杀，出招相杀了，拉尔夫没了。M 大师果断的暴气啊，有机会就不暴。来对大表哥对战日本 M 大师，恭喜大表哥把比分又追平啊！
现在大表哥一踢对战日本 M 大师，今天晚上这是半决赛了啊，半决赛了。好了，咱们现在来看是拳皇十五啊，大表哥一踢对战日本 M 大师这场强五的对决啊，强五的对决，胜者晋级决赛啊。今天晚上冠军一万啊，冠军一万，亚军四千，季军三千啊，殿军是两千。为什么我还是输了啊？因为你没有在这儿啊，你到处跑，你一直在这守着，好好就赢了。好，表哥的拉尔夫对战 M 大师拉尔夫，双方都是一样的人物啊。那么来看这场对决，来自于拳皇十五这场对决，左边是大表哥，右边是日本的 M 大师，加油！希望你每天开心啊，事事顺利啊，每天发大财啊！差这么一点点没关系啊，加油加油加油。表哥要一打二，不要再发布，再发布对方跳过来了啊。对方刻意用超杀来传播。场上对局呢是来自于大表哥 ET 对战日本 M 大师，这场对局我单打了一回不行吗大表哥？好了，稳一下啊，稳一下，不要着急，好吧，不要着急。现在的对局对于表哥来说好 OK OK， 还是要打了一回有机会。这个家伙对面四条气，你跳的话很难受的，一个落点应一个落地被抓到了，那么就没有了。我操，没了，被他拼到了，对吧？四条气真是相当恐怖的，三条气也是死。我吧，冠季军会不会小孩对战 M 大师啊？不好说啊，不好说呀。
不好说，来看看大表哥。谢谢来粉哥，感谢来粉哥。对战日本 M 大使啊，谢谢大表哥对战日本 M 大使。最后一个人翻盘的几率太强了，一个破绽那就是可能就是一条血就不见了。八哥，温妮莎打 M 大师好像完了，没了，下不来了。好，哎，就去大招了。这把带赢的话，对方拿到 C 点去了啊，对方就拿到 C 点了。三呐，没了呀，晕了。打啊！